好，星期六，好六届的派对开始了。是我出门太久了吗？现在都玩这么大了吗？这里有惊喜与惊吓并存的默契考验，是心有灵犀还是貌合神离？不管离你有多远，我都要精准地站在你面前。哎呦！这个水球只有捡到对的那一根绳才会被惩罚。弟弟，要不咱把雨衣脱了吧？你要是现在脱雨衣，我允许你现在捡一根。为什么？好，安全。哎呀，没有必要吧？我是无辜的。这里有水花四溅的攻守大战，精彩绝伦，反转不断。三阿姨看这边，三阿姨看这边。来，三阿姨看这边。三阿姨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哇！要什么游戏币？水瀑布早就到了，这里还有一触即发的终极对决，全力以赴，火力全开，舞蹈舞蹈不要停，二号门，二号门，打出来，祝贺秦霄贤一号，快走，快走，让我走，放我走。太狠了吧你！你太狠了。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好六，好六姐，好六好六姐，别伸手，别伸手，别伸手，伸手伸伸手。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欢迎大家来到好六街，欢迎。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首先我们今天好六街好朋友特别多，欢迎我们的张新成和孙谦。这么多年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五二零的时候电影这么多年，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来打招呼，打招呼，新成先来。大家好，我是张新成，很高兴和大家见面。Hello， 大家好，我是孙谦，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电影这么多年。好。之前看了预告，是一个非常这个动人的、很虐的电影。我听说里面的歌曲是那个星城唱的，是吗？对对，整两句吧。对，我们节目现在剧宣非常的厉害。那我随便清唱几句，然后，就是那个副歌吧。我都没听过。你也没听过是吧？我没听过。嗯。回忆会失而复得，就算擦肩而过，时间都碎了，要怎么愈合？先唱三句吧，好听好听，意犹未尽的感觉就对了。五二零的时候去电影院，不但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还可以听到我们新城的这个演唱。下面呢，这也是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今天看到非常的亲切。我们的胡一天，欢迎一天，欢迎。大家好，我是胡一天，很开心能跟大家在你好星期六见面，谢谢。另外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大勋子毅，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勋。好，欢迎大勋又回到我们的好六街。Hello， 大家好，我是孟子毅。另外，子毅的花琉璃译文正在热播当中，又是一个美美的角色呢，欢迎孟子毅。另外呢，我们的弟弟杀青了，马上第一时间回到好聊天。就是说我回来了，就没想到回来家里这么热闹，现在全是亲朋好友啊。听说以爱为营拍摄的时候简直就像演话剧一样。差不多吧，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你们的剧拍了多久，我就看路透看了多久，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感觉这个剧我都已经熟悉了呢，很亲切的感觉，就还是期待一下正片镜头吧。那当然。那大家知道我们好六街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地，那么一直以来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关注，我们的街区呢也是一季一季的升级，做大做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的开心玩吧已经升级成为淘宝开心玩吧直播间。哇哦，你的血，跟你说你的产业迟早盘下来啊，盘下来，这是一个单独第一个单独得到了冠名的店铺。是的是的是的，以后会有很多的淘宝绝活的掌柜来到我们这里直播，各显神通，真的超级有意思哈。那么谢谢大家对我们好六街的支持。那么今天为了感恩回馈各位新老朋友的支持呢，我们好六街决定举办今天的福利派对感恩大酬宾。你好你好。既然是派对呢，大家肯定是要搭档分组，对不对？我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分组，首先是我们的张新成和孙谦，然后是我们的胡一天和大勋哥，还有我们是弟弟和弟弟组合。大家好，我们是 Double D。 因为其实作为好六团，你们是第一次同台，我们俩厉害了，我们俩，我们俩到现在没有维修。现场加一个，现场加一个，好不好？来，哎，真的有人去拍。好，弟弟哥和弟弟弟已经加了微信，但是今天老秦有帮手了，对不对？我们另外一组就是孟子义和老秦。好，我不要。他们还不想和你一组呢。不能不要，不能不要，不能不要。为什么这组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怨种的感觉？感觉我们俩得输死啊。不会不会不会，他每一期都输。这话让你说的。跟大家说一下，在接下来的福利派对中呢，每个组呢都会有四次拿到我们这个好六游戏币的机会。三轮互动之后呢，拥有好六游戏币最少的两个组要接受我们的水瀑布惩罚。那为了让大家先了解到我们这个派对的玩法呢，我们先准备了40个这个好六游戏币，来让大家浅试一下水。我现在就去大哥店里等你们啊。大勋哥和胡一天他们是第一个进去拿的。来来来，走走走。嗨，哇，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陈列，这个是你们可以拿的40个游戏币。咱们啊，必须让他们公平啊。那你准备拿多少个呢？我准备拿37个，给他们一人留一个。哦，怎么能这样呢？那怎么了？咱俩是不是算就是平均年龄比较大的一组？对对对。那是不是得照顾一下弟弟妹妹？也行，反正也行。他要敢拿40个，我们三个组就集火他们，怎么样？是可以的，因为他虽然先拿，但是后面我们玩游戏的途中，你们就是可以进行适当的针对嘛，对不对？不是，是适当的针对，不是适当，是绝对的。我死了针对，史上没见过留这么多的吧？哎呀，好，下一组子毅跟老秦可以来了，快快快快快！还有吗？还有吗？他开始准备一个都不留的，都拿呀？你的意思啊？给一队留两个，咱们拿34个，你觉得合不合理？也行，反正也行。然后我们可以，就是说是第二队全拿走了。咱们这样，一共剩3组，我们一人俩嘛。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们现在接下来就针对魏大师，我跟你说，做人留一线。对，这是我好相见，对不对？咱们俩人不错。魏大勋、啊、他们太夸张了，太过分了，太夸张了，真的。我跟你说，接下来咱们三个组就结盟吧，他们太过分了。我们留一半啊。勋啊，一会儿要公布的，你知道吗？还公布一会儿要公布的，还公布、啊、你以为是偷摸拿的吗？公布、啊、就没有人看得见啊，小包一背就让我们都看不见了，是不是？很多吗？这反正不多，反正也不少，反正就尽量了，反正已经。我和小丁都不想进去了。没啥必要，没啥必要。确实，你进去挑个包，挑个包，进去拿个好看点的包，包也轮不到我们挑啊。那你得拿个包啊，包也是你们挑剩下的呀。对，来吧，一定会赢。对，只有这些可以拿，还剩4个。算了，无所谓了，跟他们留俩吧。来吧，弟弟，来吧，咱俩还有一个，错了，一人拿一个吧。我在里面，我真的感觉人情冷暖啊。我早知道他们都这么有底线的话，是我宁愿做这个坏人，对不对？都拿走，因为现在明显是他们还是要弄我们。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三轮可以拿到这个好的游戏币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好的，马上开始我们今天派对的第一个游戏，要考验的是大家和这个搭档之间的默契，心灵相通才能一起合力共赢。而且这一轮呢，我们将会有60个好六游戏币。哇哦！而且你没有发现我们好六团非常嚣张，看 Double D 还有老秦那个连帽子都不戴了。我何老师，我只是单纯想多保留一会儿发型。哎呀，这有什么？你帅也不是因为发型。哦，哎呦，我俩是，我也不是啊。你帅是因为发型。我也不，我不戴了，我跟他拼一拼。不是有一说一，大勋你该剪头发了。是头发有点长了。那么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水球问答挑战。首先我们是台词填空的抢答方式，搭档需要一起举手，一人说一句补全缺失的这个影视剧的台词，答对了之后呢会获得分数以及去剪掉别人的一根绳子。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呢非常的帅气，上面呢是水球，这个水球的整个的机关是由这三根绳子其中的一根来控制的，所以呢只有剪到对的那一根才会被惩罚。哦，就是剪魏大勋的绳子。对的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么玩的这个游戏。哎呀，我最喜欢干这事了。好，抢答题啊，来，手手拉起来，准备，请看第一题。帮我找到。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开始。Double D。你会吗？老莫，告诉我，帮我找到老莫，告诉我。好，来。帮我找到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给谁？回答正确。看过没有？没看过，没有看。帮我找到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你们。明天就送回来。给谁？就是说选哪个呢，弟弟？弟弟别站那儿，会淋到。到这边来，好来。第一个拿币是不是很爽啊？不爽。还拿不拿这么多？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哥哥收手吧。我们就演都不演了是吧，就是完全不演，不用演，就是犹豫一下到底剪哪一对。狂飙十级粉丝，就是不是，我觉得答案肯定是对的，就是答对了之后要剪哪一对，不是应该那个啥演一犹豫一下吗？不是剪魏大勋，魏大勋吗？这个游戏不叫赢了就剪魏大勋。胡一天是无辜的好吗？给你，我是无辜的，对不起了天天。对不起对不起。来了来了，就是说剪哪个呢？三，剪三号是吧？好，三号。哎呀哎呀，这么差吗？勋哥哥，好玩吗？勋哥哥，一点儿也不好玩。看你们挺好玩。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知道后面该怎么办了。知道了吧？对不住，牛啊！来了，下一题啊，做好准备，请看第二题。那是什么？我有。我有从八里面。三二一，开始。来 Double D。 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追我的人从上海排到了法国。好，回答错误。来这里啊，来，好，来，孟子义，秦霄贤。我有钱有身材，是我的人从巴黎。要让老秦说，一人说一半，一人说一句。巴黎排到了法国。
追我的人从巴黎排到了法国。你们俩巴黎不就是法国吗？他说的，他告诉我的。哎，这就相当于一次追我的人从马栏山拍到了长沙。我就说赢你赢不了。从巴黎拍到了法国，我也是真听你话呀。那你干嘛说？我不知道。我，哎，等一下，手放下，我说三二一啊，只有你们两队啊，来，三二一，开始。好，他们快，来，我有钱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回答正确。我有钱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这，来吧。哎，我跟你结盟。俊，我跟你结盟。哎呀，别聊天了，别聊天了，戴帽子吧。先戴帽子，先戴帽子。结盟。这样，大家说哪一个，我们来剪彩，好不好？二好来，剪二好来。三。二。一。好心酸，因为每一组啊都安排了一些备用的这个机关，你知道吗？你们这边是最多的，默默的都从那边移到这边来了，都备在这边后面好大一排。他们的气球从这里排到了法国。我让你少拿点，少拿点，被针对了吧？应该都拿走。我让你拿三个，你留三个。弟弟，要不咱把雨衣脱了吧？有点热，觉得好，真的是有点热，哎，真的这玩意儿太可以脱，可以脱，脱完不准穿上。你要是现在脱雨衣，我允许你现在再剪一根。哇！哦！为什么？因为他接下来不会再穿上了，不穿了，他一失失一期。选哪个？我选二。刚刚二号、三号都被剪过了，那我觉得这轮大概率是一号。好，但是咱就不按常理出牌，咱就剪三号。三号。好，来，三、二、一。哎呀！哎呦！谢谢秦孝贤成功脱掉了雨衣。兄弟们。知道该往哪儿剪了吧？要不你再拖一个，再剪一个。哎，我们再拖，能不能再剪？再拖一个，没有必要吧？我们再拖一个。哦。来。我们就这样，也成了最大的反派了。弟弟，嗯，啊，耶！等一等，等一等，会了。跟你说，有几个傻小子真不经逗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有几个已经开始直面挑战，好不好？一定得赢啊，不能输。好，来，请看下一题。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你这样什么？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三二一，请抢答。第二组，来，我们这么多年的剧组来。你哭什么呀？怎么能吃兔兔呢？怎么他在最后有三个字对了，请继续抢答。子怡跟那个老秦来。你哭什么呀？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这么可爱，你这样很残忍呀！啊！有两个字错了。有两个字错了，那就是很残忍。好，来 ，double D， 你哭什么呀？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你这样好残忍呀！错了两个字，错了两个字。哎呀，残忍，对，什么什么残忍？来，加油！哭什么呀？怎么可以吃兔兔？丢给我呗，就。对，加油！兔兔这么可爱，你这样太残忍了。错了，错了一个字。就错了一个字。好，来，好，来 ，double D， 来，你哭什么啊？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你这样太残忍了。回答正确。呀！哇哇！啊？不是一样的吗？是那么可爱，不是这么可爱，就错了这一个字。那么可爱，哭什么呀？怎么可以吃兔兔？兔那么可爱，那太残忍了！谢谢我养兔兔。哎呀，我都不忍心剪它了。秦霄贤，你看都没穿雨衣，你不想剪一下吗？秦霄贤，谈个条件行不行？我就让你们找他要十个币，你可以问他要两个币啊。我一共就俩，是吧？玩谁呀？有点不忍心啊，确实有点。那这样，谈个条件。一会儿你们俩赢了，不剪我们行不行？好，我答应你。换一个，我跟你结盟。那剪谁呢？要不剪一下小情侣吧。我们刚给你们留了两个币。对。哎。这个人情就，哎，有点不忍心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们俩小情侣过来跑宣传吧，得有点画面，是不是？这样，你们说剪哪个就剪哪个。好，这你听你的吧，你说。3号啊，听你的啊，剪了啊。你看，哦，安全。我想问一下，哎，等一下，淋了三次了就放过了一次，怎么有脸对人家？人不错。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的这道题目真的非常简单，就看你们的手速了，好不好？先把手握起来。这是抢答题的最后一题了，朋友们。赢了，我们赢了。请看最后一题。这是什么？你的世界以后你要自己幸福。好，三二一，开始。好，来，这回还真的是 double D。 来，你们不能先举手再看啊。三，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独自坚强。完全错误。没事。好，来，孟子义，老秦，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自己坚强。错误，错了两个字。哇，来，坐下说，来，乖，别激动，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错了两个字，来，继续抢答。想靠近了，来，好，来，孟子义，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自己幸福。继续，哦，该到我了啊。刚刚你不全说了吗？燕子没有你我要怎么、燕子没有你我要、没有你我怎么活啊？回答正确。哇，没有你我怎么活啊？我
们走吧。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没关系，你要自己幸福。现在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啊，燕子？你怎么又跟他机上长了，弟弟？ Yeah. 啊，我跟你说。这是一种情感暗示，就一下把自己从那个被剪的可能性里面，就那种，就暗示一下我们是一边的那种。孟子义，你什么时候剪的呀？剪完了，剪完了，剪完了，他剪完了，剪完了。什么？我还没说三二一呢，他直接剪完了。这是一种情感暗示，就一下把自己从那个被剪的可能性里面，就那种，就暗示一下我们是一边的那种。孟子义，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孟子义，为什么？孟子义呀、啊，咱们赢一回不容易。不是，我跟你说，我想打他个措手不及，你知道吗？打我一个措手不及。回来，请坐。子义，子义，我刚才慌的，后来一看，哎，还好有个 GoPro 在旁边，不然拍都没拍到。导播都没发现你溜过去了。那个跟拍跟拍，把孟子义盯紧一点啊！跟拍，把孟子义给我盯紧了啊！不要错过他任何一个画面。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好像只有答对题才能剪，现在不一样了，规则升级。第二轮呢，答错要剪自己的绳子。完了，凉凉、哎。我有一个问题。抢答题那一轮已经过了，雨衣穿上了吧？可以穿上雨衣了吧？不是，不是这么算的。可以穿，可以穿，可以穿。我要是你，我就扔毛巾了。扔，扔完有啥用啊？这三个人刚刚有多帅，现在去拿雨衣就有多狼狈。哎，要么你就刚到底。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对。那这样了，首先从我们这个哥说什么都对这一对来，好不好？好，这个可以不用拉手手了啊。你俩是真默契。抱歉抱歉，他俩吧刚才特别逗，刚才互相埋怨你知道吗？我说留三个你只拿三个，说留三个，然后一边说一边又把手拉上了，被淋得特别团结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来，请听题，请说出三个胡一天会喜欢的三字昵称。开始。小帅哥，大帅哥，哇，中中帅，中帅哥，中帅哥，这个中帅哥是啥？中国帅哥，中等帅哥，帅哥，帅哥吗？中帅哥这个有点说不过去，说实话。好，现在导演组说不行。哇哦。其实说实话，大帅哥、小帅哥还可以，中帅哥确实不是个词。哎呀，躲远点，躲远点。再见了，宝贝儿们。哎呀！倍儿爽。大勋，你为什么要选一呀、啊？我其实，在二三那儿剪了两下，你没看见吗？好，下面到我们这么多年啊，来，请听题，请说出三个求婚时会说的三字词语，开始。我，哎，你，哇哦，下，给我，还有一个，大。宝贝，哦，过关，哦。其实有的时候还可以回答我愿意，对不对？不一定是求婚的时候有主动一方，也有被动那一方的回答。好，你们可以选择剪断某队的一根。别往这边看。弟弟怎么在看那边了？那边有啥？天气不错。
不捡谁？我觉得刚谁捡我们，我们捡谁？好，对吧？你看，你跟弟弟也是老相识了，对吧？他刚捡你。对对对对对。你那你也选吧，王老师。我觉得换了这轮题之后 ，Double D 的命运真的是完全急转直下。你们说捡哪个？捡一号。一号。捡一号是吧？哎，安全，安全，安全了，安全了，安全，安全，安全，可以，可以，可以，行，还是好兄弟。好，现在到我们 Double D 了，来，请听题，请说出王鹤棣和丁程鑫的三个三字的共同点。长得帅，长唱唱，得好，长。的高，哦，哇！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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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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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下，坐。唱得好需要现场印证，来吧。哦。有没有人曾告诉你？哎，不对呀。弟弟弟，你不用，你过关了。这高低有点针对了，何老师。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弟弟呢，在我们节目里面是毕业过的，就唱功突飞猛进。但我不知道在《以爱为营》里面这个拍了四个月之后，唱功有没有退步，啊、好不好？好，来来，我们复考一下。对啊，复考一下，那行，这个一直掌握着呢。对，唱几句，来来。在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哦哦、真的有进步哎！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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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弟弟现在也一曲走天涯了，说到什么？真的？捡哪个？这俩都不敢说话了，捡了吗？还没呢。好嘞。一跟三，这样吧，我再放过你们一次，你们捡，一会儿能不能放过我们了？能、no, ，哎，哎，哎，嗯，好，哎呀，捡的是三号、哎，没有掉下来，他是语言上的诱导，是，然后真捡，措手不及，他就必须让我恨他。好，下面到子毅跟老秦了，来，你们要先决定谁先说吗？好，子怡先说，好的，确定哦。好，请说出三个形容秦霄贤的三字词语，开始。长的好，长得好，长得好呀。一般只有形容婴儿，长得真好啊，这孩子。对，眼睛大啊，对。这得量一下，这个多少我自己有点质疑。这个没事没事，子毅来，子毅来，子毅来，有这么难找吗？头发好。朋友们，你们想象，脑海里面想一下，长得好，眼睛大，眼睛大，头发好，头发好，满月，一个满月的小孩就是这三个字，对吧？哎呀，这孩子头发真好啊，眼睛真大呀，长得真好呀。因为实在太荒谬，我决定给过。过，来谁？捡谁？那边，去捡吧你。我觉得需要一些反转，你自己捡呗。你自己捡吧，好不好？帅。No。我觉得不用捡了。去捡他。是吗？哦。来一个反转，来一个反转。You what？ 哦。哎 ，no no no！ 哎哎哎！哦，哈哈哈哈！哦，不是，你等会儿，快戴帽子，戴帽子，戴帽子！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一等。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战争了。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结果，排名第一的是 Double D 王鹤棣丁程鑫，恭喜！
可以第一个先进到屋子里面，然后你们来指定后面的顺序。哦，我们来指定后面的顺序啊！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指定啊！为什么？别，为什么？哎，你谁呀？别这样！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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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你好，别这样！我跟你结盟。 我要都听你的，让他到第一。太晚了！哎呀，哎呀，这感觉，还记得吗？还记得吗？说实话，不太记得了。太记得，真坏呀！<笑>想想啊，刚刚节目我们剪的最少的应该是我们赢定了，我们赢定了，就他们吧。第二组给他，第二组给你们了。Yeah! 咱们进那边走，完了。啊，不客气了，先进去吧。客气了啊。哇哦！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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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的有点，这样太沉了。是啊，哎，你先站不直了。对，从小就是那个习惯不好，所以高低音，没别的原因。哎，哎呀，够拿吧？够可以吗？给你们留了，给你们留。来第三组，来，快，抓紧时间，快，快走，快走，好了。这么快拿完了，拉链都没拉开呢吗？咱们俩就有志气不去拿了。我要知道一个答案，我就想知道一个答案。肯定没有了，对不对？哎，这位同学，箱子是不可以拿出来的，请把道具放回去，谢谢。请问你们排不排序有什么区别吗？他俩前面做作的排序笼络人心，最后两人一进去，我把那盖一打开，看到的是，哇，觉得最可怜是大勋和回天，大勋太醒着，快抓紧时间吧，一句，哎，快离开这儿吧，一气呵成，回天甚至都没站起来，就跑回去了。这边。对，61个、34个、3个、2个，哈，目前是这样一个排名。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的机制都是抢夺战。好，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比拼。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比拼。前排就坐的是富有的朋友们。哎呀，没有办法。后排就坐的是即将富有的朋友们。就是说，这个座位就已经分布的很明确了嘛。但是只有笑到最后才是赢家，对不对？嗯，好的。我们这一关呢，是通过游戏来决定的。每轮呢，大家都会成为攻方，然后任意挑选一组对战的搭档进行挑战，成功就可以拿走一定数量的这个好六游戏币。马上要挑战的就是 Double D， Double D 作为攻方，你们要挑战的游戏是3、2、1，看这边。搭档内部分工，一人指挥，一人防御攻击，指挥成功记一分，并且搭档可以向对方泼水，积分更多的一组获胜。我们先抽签，好不好？看看能赢多少。你来吧，弟弟，相信你。哎，10个，好，这回是10个，10个我们拿谁的呢？我们最好的是选择他们俩的，嗯，即使我们没有赢，我们也是第二，嗯，对，有道理。好，所以你们选择的是，
钱耀贤来吧。好，有他一定输对。我跟你们大概就是复述一下刚刚那个规则。是这样的，你不负责跟我讲，你负责跟孟子义讲。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因为孟子义负责泼水，俺的一挡，我只负责玩游戏就好。但是输赢是你们就是指的方向，跟我们泼水挡没关系。我也知道，我也知道。真的知道，好 ，OK。我的命在你手上。放心吧，弟弟，有哥在。加油，加油，加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一切发生的太快了。醒了吧，醒了吧，这位王鹤棣，你好快！来继续吧，你们。好的，现在弟弟对这边积一分，来。好嘞，来，三二一，看这边，来，来，来，他就是天生认为你一定会输，有你一定输，有你一定输。我觉得孟子义在这个游戏里面做到了美，每次都确保。不会被任何人的节奏影响，他在自己节奏里面啊。好，现在来继续，来，来，三二一，看这边。啊！哇！挡住了，挡住了，挡住了。拳打了你，我看一下啊！我都觉得我手痛。好，来继续，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给老秦吓得一激灵，我这有点应激反应，不好意思啊。弟弟，而且就算是小丁输了，也是我泼他，你挡着他没用。对啊，我是挡小丁嘛。你是防着防备他，我这边就可以泼了。来，三二一，看这边。是这样的，如果要保护的话，手势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该我了，来三二一，看这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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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看这边。过了，过了，过了。回放，孟子义又拿水又拿盆，过了。过分了。刚刚弟弟发现这个锅盖拿不起来，他就用手去帮他挡了。那个弟弟姐姐有手下留情，我是特意往你这边泼的。对对。哇哦，怎么这么棒？真的很棒。我这都这样了，不需要手下留情了，因为我们的机会不多。我跟你说，这是老秦在比反应力第一次赢了丁程鑫。真的，我现在非常开心，赢一次就很好。加油了，来继续。来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
他发现脸上被挡住了，他就泼人家裤子。孟子义，你下巴这么玩，是这样对挡。你知道可怕的点在哪吗？就是孟子义他也转不过来，想这么多招，等于这个招是刻在他灵魂里面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泼到他。姐，你这手下留情绝对没有。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以为我说这个是不是必须得泼人家水啊？弟弟，你不要被孟子义打乱，你注意力在他身上吧，你不要被孟子义打乱。这没事，这儿放心交给哥。乱拳打死老师傅，他是好不好？来，哇哇哇 ，hold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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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住，好来，还是我，还是你，还是你。来，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哇！好六队长，好六队长，我跟你说，弟弟要不是有控制力，差点把这个呼在孟子义脸上，这绝对带情绪了。好，别乐了，你现在再差输一分，你就输给老秦了。对啊，我觉得他是被孟子义泼懵了。不泼了，不泼了，弟弟你别害怕，我真不泼你了。一会儿要是你输了，我泼他。哦。准备。别输啊，别输啊。准备。加油，弟弟。加油加油加油！来，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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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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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我的泼得太快了，全在耳朵里。喝着点水了吗？啥？好玩吗？老秦还知道冤有头债有主。我必须说，王鹤棣泼的不是秦霄贤，泼的是孟子义的搭档。好，现在我们 double D 追上一分。弟弟弟弟，别看你输得多，你看我头发湿啊。后面都有。对，为什么丁程曦湿的是后边？我绕圈泼是吧？你孟子义姐姐给你做了一个包围式体验。加油，来，最后一把了。最后一把赛点。谁赢了就是彻底的赢了，代表十个好六游戏币的归属。来来，准备。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Double D 火车！哇！没事吧？秦霄贤说：“要什么游戏币？水瀑布早就到了，来吧。”哎，孟姐刚刚从后面走过来，说了一句：“她又被泼到了。”
哇，不是，我跟你说，我刚刚听挡了。走，走。不好意思，你又输给我了。你等着，你等着。恭喜大包弟获得了10个游戏币。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赢定了。先听听这个贴贴跳远的规则：一人站在规定位置，另一人在标识处跳远，两人距离更近的一组获胜。好，那首先有请我们赢定了组合来抽取你们这一轮能够赢得多少的好六游戏币呢？你来吧。谁都怕手气差是吧？20，还不错，20个。20个已经很多了。才20个呀，赢了好像没有什么开心的。有。因为现在最多的是34，他就能变成最后了。你们一下就能冲到前2啊！哦，他们才34。对呀，对，才34，挑衅我们。你看看，你们看看胡一天的腿有多长。就选他们，主要是选他们，我们要是赢了的时候，我们就能超过他们了。好，明白了。来吧。每队手里各一朵，这朵是你们这队的，就是跳过去之后再献给他。对。哎呀，好浪漫呀！然后在挑战之前呢，需要给这个规定位置的人喊一句话。不管离你有多远，我都要精准的站在你面前。不管离你有多远，我都要精准的站在你面前。哎呦！哎，这可以啊，这有技术含量，这情话有技术含量。来，一定赢队，第一轮挑战。你小心手啊，小心手啊，主要是稳。天哪，这个行。哎，这个太远了。超级稳，天哪，超级稳。天哪，不对，我要量。挺厉害了，这个拿捏到，我觉得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成绩。不要动，这个后跟，对，53公分，53公分。那你就那么点儿能进步，进步空间不是？就我鞋长都54了，还可以再来一次，是不是？我觉得你先不用来了，就我鞋长，你先让他们来。我觉得可以，对吧？让他们来，如果他对这样好看，好不好？来，不是，有一点是这样，慌了。胡一天这个脚比较大，就是你看他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我的鞋长是54？哦。他说的对，你可以反向跳，你得控制距离，你跳过去的时候得是这样子，你就站在对面吧，你别跳了。对，这样就不会踩线了，好不好？但是这样的胯也受不了啊。对，来吧，好刺激啊。所以是胡一天跳，对不对？那大勋你先站对面去。肯定是胡一天跳啊。男生就不用玫瑰花了，男生直接喊话就行，好不好？好。刚才人家对手说，不管你距离我多远，我都要准确的站在你面前。他挺会说。下边。好，那你俩呢？我俩就老弟来了，你待圈里别动。好，来准备。到哥哥这儿来。3。2、1。哎，等一下！等一下！快踩线！翻过来！同时踩到了2根线。踩线了！对你，对助跑的时候踩线了。而且呢，你刚才也把大勋扑，他动了一步。对，我不能。大勋，你不能动。这是第二次机会了。对，第二次机会。不是这个，不是要这样吗？要不这样，我跳2码，你试试看。不。第二次机会，来喽。来。3、2、1。
有。这个，快！连聊斜线呢。我来，对，公平一点。哦，胡一天脚大，胡一天脚大。脚大好啊，脚大好、啊。脚大好，我选对了。他脚就站那么长。53比54，还是输了。获胜的是孙谦、张庆成。哎哎，孙谦他们赢了，对我们是好事，我们是好事，我们是好事。漂亮！你量量胡一天鞋有多大，我感觉。聪明，我开始想说，因为我觉得一天走过去都能赢，但是没想到确实是这个量这个鞋跟儿，这个确实是很聪明。没想到、别的不说了，先给钱吧，好吧，先把钱结了，给30，哎，20，还敲诈10个呢，20，怪我没摸好。所以现在截止到目前，我们的排名，哥说的一定对，他们队已经变成了最后一名。最后我们这一轮游戏叫做粉扑无影手，这个游戏呢依然是考验反应，攻方会是我们的歌说什么都对组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每组分别派出一人根据口令做动作，率先攻击正确的人积一分，最终先击到三分的一组获胜。好，请两位出列，先来抽取你们的分值。咱俩最后一名了，现在你抽对。哎，抽不用抓啊，是我摸摸摸。沾沾喜气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抽到的是多少。20，还不错。哇，这个有机会了。好的，那么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最多的是弟弟这边41。哦，赢了弟弟之后你们就是第一，但是我跟你们说实话，弟弟的反应力确实快。对，刚才而且两位弟弟的反应力都很快。丁程鑫是这个游戏曾经在我在这个空间里面看过最厉害的人。第二厉害的人是这位，对，秦霄贤。当时他们进行了5局的比赛，结果5-0。那还是选你选吧。他每次这种坏事都让胡一天哥来干。蒋哥，你在节目里最擅长就是啪啪打脸，我觉得比较适合你。这样我帮你选一个搭档，你安心的你就上就行了，好不好？行，好，选个第一，要不搏一搏。咱们要输了可就最低了。没事，现在也最低啊。行，来，行，都行，听你听你的。选择的是 double D 吗？大宝弟，来吧！大宝弟，这个漂亮了。好，来，现在请双方派出一名队员。小倩，看他们派谁。我先来。魏大勋上场，对战的是丁程鑫。好，现在请一人带一个。我们站在这个区域里面，站到区域里面。好，来，请沾上粉末。左手是蓝色，右手是粉色。哇，真实！哇，哎呀！哇，有点刺激。站得满满当当。哎，举起是这，应该是这样吧？放下，放下。对，这放下。这叫举起。对，就是举起。对，这叫攻击。这叫攻击。好，来，请听口令。粉色放下，蓝色放下，粉色举起，蓝色攻击，蓝色攻击，蓝色攻击。丁程鑫积一分，太快了他啊，太快了，反应力很迅速，对不对？我再来一局。哎，不行，只拿3分是吗？对，你来，太高了，太高了，太快了，太高了，要不先来一把。好，我们先让这个阿凡达老师休息一下。我的天哪，太快了，挨了一下子，郁闷的回了家。你这下去参演了《阿凡达》，中途被换。我刚开始还觉得还好，一休息下来觉得整个脑袋疼，脑震荡了。他特别像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家了。来，好，继续。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丁程鑫积1分。别怕，你得站进来，别害怕。好，那弟弟就要举高一点，因为你们必须在同一高度。不用。好，来，注意啊，
请听口令。蓝色放下。哎，蓝色放下。哎，这个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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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他一点点机会。对，蓝色放下，蓝色放下。不紧张啊。粉色放下，蓝色举起，粉色举起，蓝色放下，蓝色攻击，蓝色攻击，攻击。胡一天点点头，确实快，确实快。确实快，咱俩是比赛来了，不是验证他到底有多快。没有，最好笑的是大勋自己没看到自己的样子，他看到胡一天他笑了，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没事，还有一局，没准你们接下来连赢三局呢，3-2也是赢呀。对，弟弟要不要玩一下？玩一把，玩一把，玩一把。好，来玩一把。哎，最好笑的是，他俩还互相有一个给对方一个喘息的时间，你上完我上，来吧。对，大勋你有过一次经验了，弟弟第一次玩，然后弟弟还是第一次玩，第一次玩。对，来来来，请听口令，蓝色放下。粉色放下，蓝色举起，粉色放下，蓝色举起。魏大勋积一分，魏大勋积一分，赢了，耶！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打他那个魏大勋头都晃了一下。哥，你越玩越厉害了。对，勋哥，真对不起，我的应激反应的一下。你就知道哥没有应激反应的就不富裕了分儿，太紧张了。现在的比分是2-1，现在弟弟只要再拿一分就获胜，然后大勋哥要需要再拿2分，好不好？好，来，第四轮，请听口令，粉色放下，蓝色放下，粉色举起。王鹤棣做错，魏大勋积2分。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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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人。坏人，坏人，风头正好。坏人，坏人，我整不过他，整不过他。坏人，坏人，坏人。好的，现在谁只要再拿到一分就可以获胜。你太高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好，哇，好刺激啊！一切皆有可能。请听口令，粉色放下，蓝色放下，粉色举起，蓝色举起，粉色放下。哎，胡一天做错，胡一天做错，祝贺 double D。 弟弟还是反应快啊。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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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没事儿，起码没被打。我们来宣布一下目前的成绩，排名第一的是 Double D， 弟弟哥和弟弟弟，他们41个好六游戏币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是赢定了，躺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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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个。然后老秦他们只落后1个好六游戏币。最后的呢是我们哥说的都对，对，只有14个，要加油好不好？我们最后还有一轮。那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可以做好这个最后一轮的比拼，可以用这个结盟的方式。是的，对吧？因为我们总刚好8个人，你们可以结成4和4的这个盟友关系。好了，我们有决定了。好，我们是可以选择吗？对，但对方也可以拒绝。嗯，你们想选谁？我觉得为了情谊，
们还是选老秦和孟子义。老秦和那个孟子义对吗？但是他要拒绝了我们呢。我真的。那我一会儿我就急死他。老秦拒绝吗？孟子义拒绝吗？当然不能拒绝，你是不是傻呀？他人家也没说话。他没说拒绝。我们还在这儿，我没说话，我在这儿呢。这儿还我还拿多远呀？来来，给我拿楼上去了。好的，那我们要恭喜九他一定输和这个弟弟弟弟队结盟成功。好，进入到我们最后的比拼，来吧。好的，现在马上开始我们最后一轮比拼。首先来，我们请泽林给我们讲解一下规则。本轮游戏的规则呢，是每轮听音乐节奏，两队开始跳舞，在何老师说出一个号码之后呢，根据这个序号抢夺任意门，最先从这个任意门中钻出来的人可以选择一个逃离游戏币的这个盲盒。但是这一轮呢，这个张新成呢，他会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来给我们带来这个舞蹈示范，所以这一轮呢，我先替他出战。没问题，没问题。好，来，新成先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的舞蹈动作，各位注意看，来，张新成第一轮的动。好，各位，红线之外，动作要注意游走起来，因为不见得我会开哪一个。来，准备，音乐。秦霄贤，你怎么在这儿？你拦人了吗？我拦了。你拦谁了？我没拦住。你没拦。怎么了？你怎么跪在这儿？因为我们安排的是一对一盯防。我明白，大勋，其实我注意到大勋在二号门，我是有私心的，我注意到你在二号门了。你怎么你就怎么的呢？他一把给我糊了过来，拿出来。没关系。第一把大家还不熟悉，对不对？不算，我就不是，当然算了。不生气，老秦不生气，不生气。算。你发现没有？你们盯在一个地方，这个你要躲呀，人家拦住你要躲呀，对吧？是不是？好，现在祝贺秦霄贤可以得到一个抽盲盒的机会。我们选哪个？选三号吧。随便吧。好，三号。三号。现在。开三号，我们请新城帮我们开一下，这个三号到底有多少呢？零啊！ You what？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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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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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有机会！好好好，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加油，零儿，加油！恭喜你们，非常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没事没事没事，来再来再来，不能怪孟姐，也不能怪孟，不怪，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不管怎么样，孟子义是一个勇敢的说出推荐的人。第二轮的舞蹈动作，请注意张新成的示范。又有新舞蹈啊？对。我们看看幸福手册上他说
再见，谢谢星辰。好，舞蹈时间，第二轮挑战，看看。这个很危险，这个人。我们现在开放的任意门是三号，三号，三号。太快了，太快了。确实快。我要跟你们两个说一件事情，确实快，确实快，确实快。不是让你验证它快还是慢。说实话，我喊三号门的时候，我是看到当时泽林是背对着拦住弟弟的。我是这样把他给抱过去了，我一转身他就进去了，你知道吗？真的。选几号？来，选几号？四号吧。六号，要不去？你看，你们说四号，孟子义说六号，六号，就六号。我分析一下，这个节目叫《你好星期六》，导演组应该会在六号里面放一个大的。好，六号确定了啊，六号，来，开枪，开枪，开枪。80，哇，80。Yeah.也太多了吧！怎么有点颓废了？现在各位注意，只有两轮了，还有100的没有开出来，所以呢，加油加油加油！来，请注意张新成的示范。搂住他！我搂他，我搂他！你搂他，我搂不住他。先看舞蹈，哥，先看舞蹈，帅气！音乐舞蹈开始。不用赢了，啊啊啊！哇、啊啊哦啊！我们俩，你太狠了！不是我，那还有谁？后面10000双手。好，下面老秦，祝贺老秦和孟子义都非常的厉害，想抽哪个？选一个吧，老秦选一个。我选谁？二号，随便吧。啊！我给你个答案，好不好？好，选择了一号。来，星辰。
一百。一百。最大的游戏币已经开出来了，我向蓝队建议，你现在再写一个800的，我们就玩。何老师，现在导演组表情死灰，后面有一趴的内容没有了。我，没有这没有，我的点就是说，目前已经无力回天，而且主要是大家体力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现在如果真的留下了蓝色的汗水，如果要玩的话，也是所谓的尊严之战。没有尊严，没有尊严，我还有一点，哥，别放弃。还有一点，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玩儿，玩儿，玩儿，来，加油，好，玩儿，来，我们音乐舞蹈开始。再上。有点给我往前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的？要不然让我们赢一把吧，让我们赢一把，让我们开一局。其实说实话，因为对方的分派不知道，所以对吧？来来来，好好玩，好好玩。那我们陪你们玩一把，好好玩，好好玩。抓着我的手让我拦他，是什么意思呢？跳的是这个舞吗？二号。我这还没算都出来。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大勋。太不容易。我输了。漂亮。重点是大勋说我不要尊严了，是胡一天说我还有一点，最后累死累活的是大勋。选一个来，你选，来一天，选几号？你们觉得5号。五号，我们还有机会吗？我问问他。何老师，说实话，五号的这个数额，我们再加个零，有机会吗？有，当然有。我没看过，但是我觉得肯定有。这样吧，这样，开箱之前，你们这个数目我们同意给你们翻3倍，行不行？翻三倍，多少翻三倍？翻开多少翻三倍，好不好？说到算话，翻开多少翻三倍。50，可以 ，OK。好，现在呢，也就是说蓝队目前有150个好六游戏币，而粉队有210个好六游戏币，请各位自行分配，讨论之后告诉我们你们的结果。好，请问 Double D 最后你们拥有的好六游戏币分配之后是多少个？210个嘛，我们就105平分了。对，然后你现在加上之前的146枚好六游戏币。老秦跟子毅，127。好，127。胡一天和大勋，我们经过分配之后，我们还有14个游戏币。14个游戏币，那请问这么多年之后，你们是多少游戏币？我们有150个，加上之前的23个，对，我们有173个。173个是这样，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决定这150个的归属的？因为首先他们基础分数更高，第二个，如果说我们采取评分的方式的话，其实两个队伍其实也是一样的结果，所以说还不如。那最后为什么是你们做出了礼让呢？
因为我们有用一个非常世界上最公平的游戏决定了这个。叫脆冰壳。脆冰壳。获得头两名的就是这么多年和 Double D。要接受惩罚的是秦霄贤、孟子义、吴一天、魏大勋。弟弟也一起玩吗？ Yes。 现在又发生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么多年的两位演员想跟大家一起这个同甘共苦，所以他们也要参与这个非常热闹的水瀑布。接下来呢，就要迎接终极残酷水泡洗礼的惩罚。各位做好准备啊，来，三、二、一，一，走。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打，暖暖的眼泪更把你混成一团，无情的手掌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孩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扎，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最爱的。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那接下来请欣赏丁程鑫一起跳舞吧，首秀舞台。忙碌的人们晚霞在安静排列黄昏，雾气由我偏，夕阳不为谁，为你，为我们跳最后一支舞。老旦的灵魂，你给你那夜色装上了什么样表情？平静无奈愤怒欣喜我都没关系。 Sorry Sorry Something's late， 不可否认的 Sorry Sorry on the way， 一万种可能随时会发生。心情像珍珠在奶茶搅拌跳舞，热爱的趁夜色拥抱跳舞，轻易窜动的眼眸中迷路跳舞，假装都没发生结局跳舞，不如就一起跳舞。花儿与少年好六季起航了，最美花儿闪耀好六街，谁是花儿最不想结伴旅行的少年？我想选杨迪。不要在一起，在一起，不要在一起。在一起，你现在要跟杨迪在一起组队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守护江疏影，我要守护江小姐。丁程鑫，除了你以外，别人都可以。哇！
因为我们在一起会很扎心。哇，你们俩是真的在玩吗？你们俩在干嘛？弟弟赢了，只能跟弟弟组队了。爱的抱抱反转不停。陈婷婷，你会怎么称呼你的另一半？小宝贝儿。小宝贝儿，这个非常合理。送分题了。江江姐，你最想改掉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太爱。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也是合理，我认。如果用舞蹈来说话，他们能否读懂彼此的心？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一直在给娜娜使眼色。马达屯。回答错误。二倍速。二倍速。回答正确。刚刚是有一段腹语表演吗？都说出来了，都已经。沙滩丢手绢，少年们的胜负欲一触即发。特别像个甩水机。快跑快跑，快快跑快跑快跑。林湘婷缺钙吧。最终谁能问鼎最强花少组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进行。好，谢谢了，谢谢。以上就是我们你好星期六的全部内容。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谢谢。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漂亮，谢谢了。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再见喽。弟弟常回家呀，常回家。